为了回馈社会，决定推出一则福利。这个福利是能够让单亲家庭还有低收入家庭享用。首先，我们需要薪水单证明。第二，我们会以父母亲的薪水作为统计，以能够让学生知道他们的回馈发现率有多少。以上是我们的福利回扣表。你以为就这样完了吗？快点过来！跟你说个秘密，孤儿院和老人院总共有12堂的免费课程，还有，想要知道更多的详情和优惠配套，记得 follow 我们的 YouTube。